大家好，我们是九月奇迹。正确使用口罩可以有效阻止携带病菌的飞沫感染健康人，但是使用口罩有原则，要防护不过度。大家好，我是九月奇迹王小伟。要防护不过度，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，进入人员密集或者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，